好像 Matt Monroe 啊 Shirley Bassey 啊有 Sam 还有 Adele Adele This time we chose Sam Smith He's a fantastic singer、which is a very romantic song because in this film James Bond has a big romantic relationship with Leia 这个主题曲会有中文版吗There will be. We have a wonderful、singer who's singing it in、China, but in English, I think. 张靓颖。张靓颖。掌声有请靓颖。他们现在正在用英语交谈呢。靓颖，哇，你好棒哦！我好幸运哦，我其实就是接到他们这一个团队的邀请，唱一个中国的特别的版本。你心目当中的这个 James Bond 那种感觉，他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就是看似花心的外表，但其实内心非常的专注，非常的坚定，完全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，什么样的另一半的选择。你往前站一步干嘛？你往前站一步干什么呢？我抖了一下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还是去趴车吧。他在形容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就进去了。你去看了首映吗？7号我就已经在洛杉矶看了。电影，我到电影院去看。哦，已经看过了。对，然后我刚好买到的座位是7号座位。哇 ，Lucky Seven。说了两个要去看的理由。会算剧透吗？我就问一个问题，有激情戏吗？你看，大家都很感兴趣。你看你们，你真是太会找重点了。那我觉得刚刚发出这些声音的人一定都要去买票。啊，漂亮。哎，作为007的资深粉丝啊，同时又是四川美女弟弟的这个代言啊，如果说下一部电影要去咱们四川拍的话，你推荐一两个一定要拍的地方。
第一奖应该是九寨沟，因为它四季都有不同的特色的风景，好像是五彩湖，它每一个湖面的颜色是不一样的，非常漂亮。哇，你看色彩斑斓的。这个应该是秋天啊，这个是它，因为它整个水看起来颜色非常蓝。This is my hometown. Very, very beautiful. 希望他们下次来这里拍。哦，哇 ，We would love to film a movie there. Yeah. Wow, good idea. Do it. 对，下一个点去哪里知道吗？哪里？熊猫养殖基地，然后穿熊猫装。没有，下一个搭档是 Panda Bear。我还有去抱过小熊猫宝宝，特别特别可爱，特别的可爱。其实说到中国可以拍的地方有很多很多，我们给制片人看一下啊。你看，这是我们湖南的张家界，这是婺源。非常的漂亮，黄土高坡，黄土高坡，凤凰古城，哎，这也是湖南的，湖南的敦煌，敦煌，哇，这个骑着摩托车，包括大美的新疆天池，这都很漂亮。四川是大熊猫的故乡，哇，熊猫宝宝，啊，这一公一母啊，给女士，哇，西装，帅耶。这个给亚楠，带回去给那个谁嘛，祖蓝嘛，好吧，我给他吧。我们再次谢谢我们一直都深爱着的亮颖，我们也特别希望亮颖在歌坛当中给我们带来无限的这种惊喜。是的，谢谢亮颖，谢谢，休息一下。